学长。哎，小麦。阿姨又叫你来收房租了。啊，对。那你进来吧，你进来说。别了，这不太好。不是，你都来过，你怎么还不好意思啊？别这样，小麦。那个就是，小麦，那个今天我这房租，我肯定点儿管你要一下子了，再要不回去，我真回不去家了，报交代了。那你就搬过来住呗。啊。哎，开玩笑的，你进来说吧。这不方便，不方便。这进去了，我感觉还得再搭点儿。哎，不能，这回不能。嗯，确定啊？嗯，确定。主要是你这门开着，风点儿，吹肩膀。啊，也行，这今天风确实是有点大。那我进去了，你确定能给我？嗯，肯定给你。那别诓我啊。嗯。那进去了。啊，那个雪妹，咱今天是怎么给我那个房租？都行，看你吧。啊，那就微信呗。嗯，那行，我给你转。啊，行。过去了。啊，行，我看一下。啊，那没啥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学长。啊？还有个事儿。还有个事儿，啥事儿啊？就是押金能不能退我一下？押金退一下子，这肯定是不行，这我妈也不能同意这事儿。哎呀，学长，求求你了，学长。这真不行，主要是。哎，求求你了，主要是我最近太困难了，刚找到工作，你等下个月。我把你借给我的钱和房租一块给你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再给你转回去呗。行，我去，你转回去了，你看看收到没？嗯，收到了，谢谢学长。没事儿，那我……那你没啥事儿，先走吧。啊？不是没啥事儿了吗？啊，是没啥事儿了。嗯，主要是我要去洗澡了。啊，行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啊。你门打开，你帮我开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学长。啊？咋了？过两天来一趟呗。来一趟。啊。啥事儿啊？那你别管了。行。那我过两天过来，你记得晚上来啊，白天上班。啊，行，那我晚上来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行不行？啊，拜拜，拜拜。